月30日，郭可盈在微博上上传旅行照片，是与林文龙带女儿小晶晶前往日本大阪旅行，写道：四月下旬大阪的天气超好，带四岁这年龄的小童去旅游也很合适，因为他们的记忆力已深，这旅程玩得很开心啊。照片中的一家三口去环球影城游玩，小晶晶摆 pose 与卡通人物合照，非常开心。有网友表示，好多年没见到你演电视剧了，好怀念，快点再次出现在电视剧里面。郭可盈在拍摄剧集《万里传情》的时候认识了现任丈夫林文龙，2004年与林文龙结婚，2010年1月14日顺利诞下女儿，之后就很少接拍电视电影。生活中的郭可盈堪称绯闻绝缘体，与老公林文龙夫唱妇随，琴瑟和谐。此次大阪出游的照片更加展现了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。